这样说完，我就乱跑了。嗯，我的方法，我回家之后又再乱跑了，我你看，好一点。我的方法就是你不要想回家之后乱跑，就是你总是担心，你总是觉得你做不到。开悟就是有一点，就是当我觉得自己做到的时候，我把这个状态保持下去，这叫正量，持续性的叫正量。你不相信，你不相信你自己从今天开始改变，否则你来做还干什么，是吧？是吧？从现在以后心里边他就不乱跑了。你知道见地非常重要的，当见地到位的时候，谁就不会想，就不会乱跑。你以前就没有，你就没这样子有这样的见地。你那个电脑密码输错了，你输就是乱跑的那个界地，你输进去那些界地那个方向啊，你是谁啊，你就输错了，所以人家哗啦哗啦乱码。现在你输对了，哎，修好了，机器修好了嘛，它就不会乱码啊、哦。偶然出现故障再维修一下了，是吧？没那么难，要相信自己，没问题的啊。而且说修行是生生世世很久的事，这是书上说的，知道吧？经典上说还很多事才修行，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最后一世呢？你有证据说不是吗？没有啊，自己是吧？所以说你就不要相信你自己是很多业障的嘛，是吧？就这么修着。我才修不久，我一共瘦了十多二斤，是二十斤，我以前很胖的。没病吧？我前两天就是通过修行减肥的是吧？我前几天就神经病减，知道吧？神经病减肥这个大家学不来，这个太难学了。大家就是为了减肥还得神经一次，也就是修行减肥的还打了广告了，很多减肥都。我们是抑制情感，抑制一份情，抑制欲望去解脱的。记着这件事，你不是在沉迷在欲望的，像凡夫一样去看别人的得得失失，看自己在情里边得失的。修行是抑制情感解脱的，你记住这记着啊，不要像众生，这个凡夫世界众生是贪恋情感跟情欲，是因为孤独寂寞贪恋情感，贪恋欲海，是陷在情牵欲海里了。修行是抑制情牵欲海走向解脱的，见地不一样。所以修行人会也有贪嗔痴慢，也会有当他在情感情欲里边嫉妒的时候，他会马上校正；当他觉得自己又在控制占有的时候，他马上校正。因为他的，但这个校正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他的目标不在这儿，他的目标在解脱道，他的目标更高，在那儿始终有个点在那儿，所以他会修着，他在所有的变成了他路上的风景。但是世俗的人的目标就是，我得一个爱人那就完了，他得到的时候他死死的把他控制，他要走了那不失去了吗？那生命的就没有意义了吧，是吧？他就死死的控制了。就算你的程序要输对呀、啊、你要程序输不对，你的终点不对的话，别怪你的手机很烦恼，别怪我们这个机器给你烦，这个机器说哎呀烦得苦不堪言，是你的密码程序输错了，所以他就啊在这儿折腾。他你输的信息是我今生只要一个喜欢我的人，那好，这个人如果不喜欢你，你不死定了，因为死机了，马上就死机了，这样，因为你说的信息就这个嘛，你说一个信息就是我今生的目标是成佛，然后我一直这个世界不管是遇到任何缘，不管情缘、友情、爱情、亲情，所有的缘，我将一直这些缘，我也惜缘啊，因为我要珍惜缘啊，因为已经有这些缘，就像父母这些都已经有了嘛，孩子啊这些不是你可选择的，那么我将一直这些缘用佛的戒底不断的。觉照反省，然后忏悔，走向解脱。不管那这个世界众生，不管是因为你的是正直接在嘛，甚至骗你的不骗你，因为你的目标是往前走嘛，那身边出现的都是路上的风景啊，有人骗你，有人不骗你，有人夸你，有人骂你，都是风景，一直的这些风景往前走，你就不会停留在这些世上，不会住在一个世上住好几年解脱不出来，苦不堪言。因为风景嘛，路上的风景啊，从一开始起步的时候你就没定在半路停下来，是吧？你现在的气脉是来自于，就是说我相信你说在人世界的情缘这一块，爱情啊友情这一块，我相信你会很比较自在轻松的能够，就是说我大概就是这样了，反正。但是你这种呢是来自于经历的太多了，到了一定年龄，就是通过经历在觉照，再加上就是看一些心灵啊佛学的东西，慢慢的就是止了，就是停下来了。
就是脑子不再折腾了，在这些事上不再折腾了，好好修行啊，就是这些事对你影响不大。但是这种呢，它不是来自于不着相，就是比如说情感情欲这一块，它不是来自于说所有诱惑你的人站在这儿一圈，所有诱惑的你的人站在这儿，你还能说哎你都不动心不被进转，是因为来自于说你在这个人世间的这种情感里边已经思虑过度了，就想了太多了，已经是现在再也到一定年龄就是哎无所谓了，就不再想了，就全部就像一种就叫阿罗汉的那种就屏蔽了，当然不是果位上的阿罗汉呢，就是那种等于是在心性上这个气脉上已经离情了，离开了，哎，就是把它屏蔽了，你好或者不好跟我没关系，哎，我也珍惜家庭生活，我可以好好过日子，我不多想了。在情感上我不想多了，我连第二年都不分心了，我有个老公就行了，好像是什么至于幸福不幸福啊，什么叫美好的爱情，什么叫什么鸳鸯，什么叫什么，这些东西跟我就没关系了，什么你爱我你恨我，这些事我再也不想了，是吧，你我是否在你心目中有位置，你出去是不是拈花惹草，我才懒得管这些事，我也不想这些事，是吧？但是不代表你不着想，你还着想。这种呢，如果有强大的初缘出现的话，就是跟你很有缘分的异性出现的话，站在你面前不断的对你说是很爱你啊，没你怎么，你还会动。你因为你这个不是建立在一个就是定的基础上，不着相如如不动爱住的基础下出现，还不是建立在于智慧的圆满导致的，是因为到了一定人生的阅历，到达一定时候出现的止，这种止会导致气脉干燥，就是气脉这一块是不通的，是干的，然后会导致消瘦。气脉干，你吃了营养的东西呢，运化时期运化不太好，吸收个运化就会差一点，就是滋养，就是那个就像那个植物稍稍有点干，对养料的水分的吸收没那么好了，就会出现。但是你亲情并没有破，所以你还找你孩子的相，也可以不找爱人的相，但会找孩子的相，这是亲情未破，还需要时间。哎，如果你现在修行，如果你修实证的话，要证入无上证的这个，一方面是修六根圆通，突破时空的障碍；第二，比舍是圆通；另一方面呢，在这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状态下利益众生，行大乘道，因为你在止的情况下去利益众生不一样的。虽然你对众生也生不起说爱，也生不起厌恶，就是已经就他不会厌倦众生，他这种状态，但是我也不会说多爱众生，就好像也是个念头。你对我好的，我可能也对你好；你对我不好的，可能我也不看你，就这样。大概我也不说邪话，我也不会说。所以你看你这样子，你看你那样子，我说都不说，我看都不看你第二眼，反正大概你喝来了喝水，是吧？你走了不留，就是他会能达到这种境界，这是一种生命到达一定程度的人拥有的，他自然得到的一个自由。但这种还是一种着相。当然，你这种说，如果是从一个大乘道，就是不着相，如如不动心走过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你来我也是，你来他也是喝茶，你走哎慢走。但他这种里边有慈悲的东西在，因为毕竟空啊，毕竟空，空性是慈悲，知道？毕竟空不是什么也没有，在人道他一定是些大一个博爱的慈悲啊，一定是些智慧跟慈悲这两个相，就是他的东西里边是湿的，就是里边是拥有很多东西，就像大海一样。但是如果是你这种因为是生命走到一定程度出现的这种止，这种好像定啊，这种定是来自于。这个会把自己从外众法众生之中孤立出来，就是慢慢从众生之中，你就是一个，你不是大海，就是众生是众生，你是你，知道吧？但是你也很开心，知道吧？你会修得很自在，但这种自在是个假自在，会有人破你的这种自在的，有缘众生就会破，无缘的他破不了你。哎，我们现在是无缘的也能破，人家这些人说怎么那么丑呢？是吧？人家真的是这个世界人放个屁你也就失去定了，别说是骂你了，前面有个人放了个屁，这边的所有不定，所有已经从定中出定了，就是太容易破了。但你现在还好，不会被这些破了，你就是会有缘众生强烈的触动你啊。所以第一次修圆通，第二呢，然后呢修利他之心，利他不管爱或者不爱，哎，反正我抱着我做一个善男人善女人的角度，我也不害你，但是我也你可以来了喝茶走了不留，但是我也就是这样吧。
但是我有个利他之念，就够了。没有能量嘛，对，可能很小我，所以说呢，就发。没有能量就不做了，就停下来。哦，这个千万别这样说，你做养生的一定坐在那儿，你这要你是佛学弟子，养生养的多苗条，养生养的心态好，你知道吧？没关系的，胖瘦这是个脾胃的问题，是吧？气脉通了，你马上就瘦起来，胖起来了，是吧？但跟养生没关系，是吧？你的养生还是可以的，你继续说。你的指力是足够的，只是关照力不够，你不管，你的指力来自于你不关，你根本就不关，就他跟我没关系，就是屏蔽，就是说比如说我在，比如说你在的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他在这儿，他因为他不管你好不好，你好不好跟我没关系，所以他在你这指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一起关，在指的起码是定是什么，在起定是包括止跟观的，我止了，我心止，心若止水，在心若止水的还有佛的境界来观吗？毕竟空，是吧？所以我对他做的每件事都是毕竟空，我对他们做的每件善行都毕竟空，三轮体空的做，就是不管他好，因为在止的基础上做更容易了嘛，因为你他好不好跟你没关系了嘛，这是没关系是第一点做到的。第二点是我在他这不管是付出还是得都是毕竟空，但是在佛学的角度上，你不要先不要得，先付出啊，先不要，因为得是一种我执的。有时候，因为很多人一说，其实得失都毕竟空是菩萨的一个修法，但是这是只在菩萨登地菩萨的修法上。但是一般人，因为对普通有习气欲望的人来说，他的得肯定是他想贪了嘛，他才想得的嘛，所以不这样说。但到了登地菩萨，他要破分别的时候，得失都空啊。他属于得失，他在这上上练，他也得，他也失，他也得，他不断的在这上上要练，但这是对登地的时候，就是说你有点正量的时候，你再这样，因为你的佛之戒已经不会出问题了，而且你也一定会把你所得或者说就是去做利益群生的事，所以不会形成障碍，所以这个没关系。起观就是保持就是概念上的慈悲也可以。